这么快？等一下，哎，那个导播，你这个根本不专业哦。对啊，导播一开始就要唱，不一来我们就开始啊。好，没关系。那个各位制服地图的这个粉丝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OK， 那个我跟你讲哦，现在你没有拿麦克风是没有声音的哦。好哦。好，那个首先呢，就是感谢大家对于这个2017年的制服大厂的支持哈、哦。那我们呢，在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哦，这个访问到呢，就是这一次在制服大赏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 Raby 啊、哦。那我们大家好，我们请 Raby 自我介绍一下，你要不要把时光机的麦克风接过去？抢走。Hello， 你们好，我是朱柔毅，可以叫我 Raby。然后现在是高雄人，之前是就读海信工商，这是海信工商的制服。现在是就读文化大学资讯传播学系二年级，对。好 ，OK， 那个不要管前面的怪叔叔做些什么。好，哎，那我想要先问一下，因为可是你知道吗？你刚刚已经把我要问的问题都讲完了。是哦。所以我你看嘛，你一开始说哦，好担心，担心我会追问你什么，其实你看我根本没有机会追问，对不对？也太棒了。那不过我跟你讲，你要把麦克风递给旁边的，对，要。总是要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光机。那我们其实今天手上有小抄啦，所以说像这样子比较安全。那我们呢就先来问一下，就是 Rabbit 哦，那哎其实是 R A B I， 所以没那个后面那个 T 的音应该没有发。没有。Rabbit， 对 Rabbit，Rabbit， 好可爱的这个。谢谢。嗯，那。你的制服是哪一个学校的制服？是海清工商的制服，在高雄左营区哦。高雄左营区，我之前在那边当兵哎。我知道，旁边是海军基地的。对啊，常常看到你们出来捡树叶，对你们的唯一印象。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为止，感谢大家，拜拜。不要这样，还回来回来。好 ，OK。好，那海清工商的制服。嗯，那海星工商的制服有什么特色呢？就是我们的上衣是浅蓝色，然后还有裙子是蓝红的格子裙，比较特别的还有就是我们是穿白皮鞋，还有白长袜这样。嗯，这样子，好像很可爱哦。谢谢。对，我是其实觉得，因为我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常常看到你们海星工商的学生出来晃来晃去，但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已经是1990多年的时候，对不起，我是真的是大叔哦，所以说可能那时候制服还不是长这个样子，真的假的？对，真的可能不是。对，哎，不过我想问一下，时光机对于他们家这个制海星工商制服的特色，你感觉如何？哦，觉得他们颜色就很特别，就是穿起来蓝色，看起来好像特别有气质的感觉。嗯 ，OK， 好，那其实你今天是负责追问的，对，我就感觉，你毕业是高那个海星嘛？那，你觉得你制服最特别是什么地方？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我们的鞋子，白皮鞋跟白长袜，就是因为是只有护校才会穿白皮鞋，可是我们学校名就是工商，可是穿白皮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比较漂亮的地方就是当然是蓝红格子裙。还有浅蓝色上衣，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啾啾，有看到吗？可爱的小啾啾，对，真的很可爱。刚刚那个导播有没有给他特写？应该有吧。好 ，OK， 嗯，我跟你讲哈、哦，今天该特写都会特写。我们上一集有一些地方没有特写的地方哈、哦，好，对，感觉一定会把大家想要看的一定会特写进去。好 ，OK， 我们这样子好像有一点，我们那两个怪叔叔。好，没有那个，基本上呢，总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总是要怪人。好，没关系。不过接下来要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据说，我们有在网络上面稍微看了一下，就是海星工商的一些相关资讯嘛，哈。那我们知道，就海星工商好像是军人创校，对，是哈。所以不知道你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军事学校的色彩或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在学校当中有一些可能跟军事有关的东西。其实没有特别的有感觉到，因为我们还是普通的工商，我们只是因为以前是海军的子弟学校，就是海军的儿子女儿来上课，所以还是普通的工商啦，大家不要误会。比较特别就只有因为旁边是海军基地，所以可能会比较常看到军人出来这样。
没有其他比较军事色彩的地方。那你们学校有教官吗？你们会上一些像军训课或什么吗？军训课也就是每个高中跟高职会上到那些普通的军训课，不会特别去上，就是大家都是上一样的课。今天的麦克风因为比较不足，所以可能要递来递去这样子。好，不过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再追问，就是说今天我是专门来追问的，我跟时光机两个就负责来追问你问题了，不然的话我们总是要满足一下观众的求知欲嘛。那我们现在线上观众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哦，可以请顺便帮我们看一下。那这边呢，因为你说海星工商好像是就是借在营区那边，那我们知道营区那附近其实有很多的眷村嘛，对不对？那你自己是眷村里面的？不是哎、欸，不是哦，对，嗯，你不用没有住在眷村里面，没有。那会不会常常你们学校是会有一些眷村的一些人去那边上课散步吗？上课就是说你学生有眷村里面的人吗？这就不太清楚了哎、欸哦，我不会特别去问人家是不是眷村的人、啊。Oh, okay, okay, 对啊、哦好。那但是如果下课的时候会不会突然碰见哎一堆那个一堆家长是穿那个军服的来接，有没有这个印象？他们我知道有的家长是军人，可是他们不会穿制服来接，对。真的、哦？对。哦，看起来的话好像应该有特别要求过这样的事情。对，他们出来应该是不会都是穿便服，对，都是穿便服。嗯，好，那不过这样子有没有被突然之间走在路上被那个军人搭讪的经验？没有，没有，真的吗？完全没有，不会。你刚刚说明明就看到他们出来扫树叶啊？对啊，他们出来扫树叶是很正规，就是大家一起排队出来扫啊。嗯，然后没有看到，然后突然之间，哎，那边有美女哎。不会，不会这样。Okay, 他们都很认真在工作。真的哈、哦。对。好 okay,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在这里，那个污蔑军人的形象，我这里向广大的军人朋友们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好。哎，那原来想请问一下，你们学校应该也有男生嘛？那你们男生的制服大概是长怎么样呢？男生的制服跟这一套就是插在他们裤子是灰色的长裤，这样就只是插这样。其实我们女生冬天制服也是灰色长裤，对。哦，女生冬天制服也是灰色长裤哦。OK， 好，那我想多聊一下你们学校。我想多聊一下学校，所以说像海星工商，它既然是一个地属于在军营附近，就是你刚刚讲海军的军区附近的一个地方，那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跟海军基地是没有什么关系啦，不过我们学校有一些奇怪的，什么七大还十大传说故事这样。讲讲看。你要听吗？很可怕哦！真的吗？很可怕吗？好了，没有那么夸张。好 ，OK。就是像是因为我们学校很多雕像，我们学校其实是美工美广科比较著名。嗯哼。就人家说北复兴南海青，以前是这样说啦。哦，对不起哦，这边我要想一下，我是复兴商工美工科毕业的哦。哦，好啦。都很厉害，都很厉害。继续。就是我们学校有蛮多雕像的，然后它那些每个雕像都有不一样的传说，像什么老鹰会其半夜会动，或是那个芭蕾舞女生半夜会出来操场跳舞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奇怪，而且比较多人说的是，体育馆前有两个小丑雕像。然后我们老师是说，以前他其实中间还有第三个小丑，然后后来他自己跑掉了，这样。小丑自己会跑掉？对啊。所以那后来那个小丑跑去哪里？大家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嗯。就还有蛮多很多奇怪的传说。不是跑去太阳马戏团啊？不是啊。啊，有可能。OK， 所以这个是你们学校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传说。对，超级多。我们学校也有啊。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那个顶楼上面以前放那个石膏像的啊，石膏像晚上三更半夜那个突然之间有人要去。偷搬那个石膏像出来做作业有没有？就一搬出来，发觉那个石膏像眼睛流着黑色的眼泪。啊，好可怕哦！这是真的吗？还是你乱掰的？我乱掰的啦。哎呦，好啦，在开玩笑的啦。所以，我想问哦，就是刚刚我们都聊到一些你们学校高中的一些，就海星工商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好、嗯哦，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让人难忘的，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的一个经验？
比较特别跟其他学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就是我们校庆的时候会为期一个礼拜，嗯，就人家其实都是什么礼拜五是体育会，运动会跟礼拜六是园游会，可是我们是一个礼拜都在校庆，这样一个礼拜都在校庆。对，会做些什么？就是我们上课，就平常不是上午上到下午嘛，可是校庆那一个礼拜是下午在运动会。嗯哼，对，然后就一个礼拜就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下午停课。所以下午停课之后都去哪里玩？没有，下午停课还是要待在操场啊。是哦，因为要帮系上加油啊。可是好热哦。我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所以像这种时候我都会想办法偷偷跑去其他地方躲。怎么可以这样？要在那边加油啊，帮我们加油。这个我想石化基应该有一些话想要帮忙辩解一下。那你们那个有园游会吗？他是你们会准备一些东西，有园游会卖东西。对，你们也有类似的吗？可能会邀请别的学校去你们学校参加吗？当然会，就是那天是开放，就是平常大家都可以进来。哦，所以是一整礼拜每天都开放？没有，园游会是礼拜六而已。哦，礼拜六而已。哦，像是运动会。好，接下来既然讲到高雄，那海星工商在高雄嘛，那高雄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先推荐？你确定你在说高雄？高雄，比如说，其实我说真的，对我印象中的高雄，像以前我最常去的就是六合夜市嘛。哦，没有，可是我知道以前的六合夜市跟现在六合夜市不太一样了。以前我小时候也是都去六合夜市吃那个什么海产粥，有没有？最有名的鳝鱼面，超好吃，超好吃。对，然后高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Olen。 哦，对对，在那个高雄火车站前面。是吗？对，高雄火车站前面那边出来，从那个公车，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公车站出来对面那个大马路对面有一家在卖高雄黑轮大王的。我那时候印象深，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反而是来台北看到有那个扛棒写的高雄黑轮大王，我想说高雄哪有这个东西？嗯，你是住高雄哪里？我是住男子，偏向左营的地方。哦 ，OK， 所以像男子那边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像什么栗盐冰啊，啊那个什么羊宝宝，有听过吗？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哦，以前比较我还有在吃牛肉的时候，那个汕头牛肉火锅。汕头牛肉火锅在以前中兴饭店对面那边好像有听过，有听过。对，好，糟糕，我好像我讲的比你多哎。左营，我想到我们学校就是海军基地那边有一间猪肉啦，嗯，酸菜白肉锅。猪肉酸菜白肉锅，酸菜白肉锅，对，还蛮好吃的。哦、okay ，每次回高雄一定要去吃一次、嗯。那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好吃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没有在逛六合啦，现在是逛瑞丰这样。瑞丰，我没去过。你没去过？瑞丰呢？没有去过。你太久没有去高雄、哦。对，我真的太久没有去高雄。你下次招待我去一下。好好好，好来当一下导游好不好？对，来录个节目好了。来录个制服帝都。制服地图赢高雄，然后我们带找 Rabbit 带我们一起去高雄游玩一下，这样子。对，那高雄的制服女孩这样再去训学校附近拍。好啊，好啊。那就下一题吗？对，但是呢，在这之前，想说在这之前，我们两个壮汉要先去那边一下，因为我们要处理一下事情。对，嘿，我们先处理一下事情。好，我 hold 住场面来。等他们一下，我们要来玩个小游戏。哎，有，哎，企鹅，你怎么，你这样把企鹅摔第二次，这样对吗？那我们要稍微来介绍一下，我们要站着玩，坐着玩比较好吧，哈。好，那我们坐着玩好了。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在最近在网络上面非常的红，这个叫做企鹅敲冰砖。那我们呢要透过这个罗盘来决定每个人要敲什么东西，然后最输那个敲把那个企鹅敲到从这个冰砖底下掉下去就输了。这样大家知道游戏规则吗？知道了吗？了解哈。有看过这游戏，最近很红。真的吗？对啊，很红。对，我之前看好像是他是一个阿嬷在玩。对，那我们今天是 Rabbit 来跟我们两个大叔来玩。好，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准备一下玩这游戏。我们先来猜拳，看谁先拿剪刀石头布。你最输，对，最后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好，你最先来，那你应该知道怎么玩了。好，哎，等一下，转到这边，黄色，所以它可以蓝色或者是白色选其中一个来敲掉。哎，你可以拿这个小锤子，小锤子锤。好，换我。也怕死。蓝色。我告诉你，我最爱整人了。嘿嘿，好，换死忘机。好，换我，换我。什么？这样子。等一下，这样看一下哦。好了，其实是蓝色、白色选其中一个。就都可以敲嘛，对，对，但是只能敲一个。你们超坏的啦！好，那换我。哎，换我吗？换我，换你，换你，换你。你想要，你想要。没有，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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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等等等，这个是休息还是啊？蓝色，来，要白色，讲错了，白色，来敲一个白色的。怎么办呢？瑞比会不会？小心会掉。等下，可是输了以后要做什么？你万一他敲的时候，然后就输了，哇！这个时候，好，那输了要做什么？输了就扮鬼脸嘛。哦，大家一直想看扮鬼脸。对，其实我想应该大家没事想。对。那你们扮鬼脸。扮鬼脸好了，扮鬼脸好了。好，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输啊，对不对？好。我们两个卯足全劲了哈，来，麦克风，白色，白色是吧？手下留情好吗？好，换时光机。蓝色，蓝色，蓝色，白色的那一块，白色，白色，要敲白色。我们不想看你扮鬼脸，所以麻烦你敲安全一点的。有点危险哦！掉吧！掉掉掉掉！快掉！是这样的吗？是，好，来换换 Rabbit。好，蓝色的，有没有现场观众在帮 Rabbit 下指导棋的？哦，好，换我了吗？好，我都敲安全牌。哦哦哦，看到不？休息一次啊，休息一次，休息一次，来，时光机，时光机，你争气一点，蓝色，蓝色，蓝色，敲安全的哦，敲安全，这边还蛮安全的，哎，你确定那边很安全吗？你要去看一下结构，等一下，你不要现在就做决定。没关系，你可以掉下去，你可以掉下去，我很乐意你掉下去，快。这边啊，他在摇哦，他在摇哦。哦，哦，哦，这只企鹅开始掉吧，快。安全，安全。好，换我。换你啊，对不起，我老是跳跳过。白色。哦吼！大家想要看 Ready 扮鬼脸吗？马上按爱心。哦哦哦哦哦哦！等一下，等等，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帮你扶着，嘿，可以扶着，嘿，扶着脚。那气一直在动哎、欸，对啊，哇！观众想看我扮鬼脸吗？不想看，不想看的请按怒，谢谢。快爱心快！蓝色，还好安全。掉下去吧，快啦！我不想要扮鬼脸。哇！感觉很危险，重责大任交给你了。
休息。啊，我也要休息。我也要。好，你应该没得休息了，加油吧。我还没有找过休息耶。哎，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在家里面那个过年跟人家玩洗巴拉，常常就自己喊洗巴拉就洗巴拉这样？有可能哦。所以接下来换我是不是？好，可能要扮鬼脸。快掉下去，扮鬼脸，扮鬼脸，休息。最好是大家都休息啦。休息啊，对啊，都休息啊，对，真的是休息啊，没有骗人啊。时光机掉下去吧。来，蓝色、白色选一个。选一个。这个几率比较，我看一下哦。不要帮他啦，那没有人帮我哎，观众可以帮一下我吗？快。这一块。哎，好像有点不安全。可以敲企鹅旁边的 ，OK 的 ，OK 的，直接掉下去吧。这个应该 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安全。安全，好。是。接下来轮到 Ready， 蓝色，哦吼吼吼！各位想要看 Ready 扮鬼脸吗？好难哦！好难哦！你直接把企鹅推下去啊！不要啊！这个还是这个？哪个啊？这个好了，嗯，会掉，我觉得企鹅会被你，企鹅好可怜，企鹅说我的头，好，我想应该没有人想看我扮鬼，想，我很想，对不对？是什么？这是偏哪里？是蓝色，对不对？蓝色吧。你看，死亡机又说话了。没有啊，休息啊，休息对不对，各位？休息嘛，对不对？来，死亡机交给你了。明明就休息啊，对不对？什么？蓝色。白色。他是看这边是不是？对，看里面。哦，看里面了。对，因为它是反差。白色其实应该还。不要再帮他指导了啦。对，那个，没问题。那个、他手在抖哎、欸，对，没有问题。哦，越来越可怕了，现在。对，现在大概就是换你，加油，扮鬼脸。休息。白色，到底哪一个呢？我现在不想要扮鬼脸。不要吗？不可以。赌运坚强，好，没关系，来 ，Swan 机，换你啊。不要再休息哦。白色是吧？我告诉你，我还不会输。掉下去啦！还在晃啊。哎、欸，还没掉、哦，要掉了，快点啦、啊！哇，最好是这一边都被他敲掉了，我应该可以转向休息吧？我觉得，不要再休息了，休息吧，休息吧，死亡机，白色，哎、欸，蓝色。我们绝对不想看死亡机扮鬼脸。我想。按照工程结构来看，我觉得可能这一块比较安全吗？我不行，我应该先直接敲企鹅底下那一块好了。好，我们现在卡进广告，不行，敲了就不能换。进广告，加油！哇！太夸张了！你除了转到休息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一条桥，哎，这好像是一条桥，你知道吗？你除了转到休息之外，别无。对。
现在是气的，他说他是甘道夫，不让你过。对对对对，太夸张了！你要直接投降吗？没有，没这种事。用力转。哎呦，没有了。蓝色或白色，其中白色。OK。你还是要敲啊？请问一下，你等一下扮什么鬼脸的？哦，我怎么会知道啦？这根本就不用敲啦，就敲啊！可怜的企鹅，你看现在企鹅被敲，耶、yeah! yeah! ！好，大家期待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要来看 Ready 扮鬼脸。我不会扮鬼脸。好，我跟你讲 ，Ready， 你可以走到镜头前面。那我们会给你特写，对，特写特写，你可以装很可爱的那一种，吐舌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很萌的那一种。观众如果想要看很丑的话，你可以提出你们意见。对，在你们的、那個、可以教我扮一下鬼脸吗？想到了吗？没关系，我们节目最后再来执行这件事。好，那我们就先把桌子，哎、欸，我们两位壮汉又要开始搬桌子了哈。太夸张了啦！怎么会有人？我没有看过人家敲企鹅敲到最后这一条桥的啦！太夸张了。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是现场广大的、全国的2400万的观众，一定是你们偷集气，对不对？的观众太过分了，在那边集气，要告诉要希望大家希望这个 Rabby 能够。扮鬼脸嘛，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接下来的问题哦。好，那接下来就要问 Rabby 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一次的制服大赏？好，我跟你们说，听我，就是因为之前看制服大赏，我已经看了几年了，大概几年，就是从高中就已经开始看制服大赏，可是每一次海清的制服都没有在排名上，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跟我说。这么好看的制服，你们说有没有很好看？好看，帮我按爱心快，很好看吧？那为什么没有在排名上？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去投票？对不对？所以我呢，今年就是出来推广一下海清的制服是很好看的，这样。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好，不过其实实际上真的看起来海清的制服是真的很好看。对，你要不要站起来绕一再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转一圈，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的确是完全就是一副卯足了劲要推广海清工商的制服的样子哈。不过其实海清工商的制服是蛮好看的，那你自己本人也很可爱啊，真的啊。那所以，除了在，但是我必须说啦，有时候我们看自己家的制服，总是觉得自己家的制服最好看，但是应该还有。对于其他的学校的制服觉得很漂亮的吧？对，因为我们这次比赛要分北中南嘛，那你其实算南部的，而且得票应该是最高嘛，对不对？好啦，我有看喜欢，就是大概我之前有看过，好像竹北那边，就是中部那边，对，竹北制服好像就是因为他们比较特别，他们是连身，嗯哼，对他们还蛮好看的。嗯，除了竹北之外呢？竹北之外哦。就是好像高雄三民也蛮好看的，高雄三民对他们好像是粉红色的上衣，嗯哼，对，也是格子裙这样、嗯。那如果跟你们学校比起来的话呢？当然是我们学校比较好看啊！说什么话？好，所以我们哎、欸，这个让时光机来问好了。这因为你有在街外拍，因为像我跟你第一次认识也是因为拍照才认识的。那有没有比较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摄影作品呢？比较喜欢就是我平常比较多是拍那种，人家说我很空灵，就是面无表情，很空灵，很仙女的那种类型。哦，有仙气的感觉吗？有仙气的那种。有，大家朋友都很有仙气。是这样。那像什么风格？因为可能就是比较清新的路线嘛。对。比较不接那种什么泳装那种哦，泳装就比较不接大尺度的，嗯，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上节目那个剪吉言，他也是，因为他节目上称号说他专拍大尺度，哦、对，可我看他拍你的作品就是很清新的感觉，感觉对对。那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拍照经验呢？其实没有哎、欸，
有，因为我还没有遇过就是很奇怪或是很变态，我没有遇过那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还算运气蛮好的，算蛮幸运的。对，因为一开始好像是有很多外拍社团嘛，对，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上面找模特。那你大概拍了多少的作品，就是从那个上面，从社团上找的？对对对，从社团上找的。还蛮多的啊，就是因为我是从大学上了大学之后才比较常在外拍，然后差不多那时候上面的作品都是从社团找的摄影师。对，那制服的话好像就我们合作过。那对，好像我看在之前也有一个也是制服的作品，就在那个，对，还有两三次，还有两三次。对，那你比较喜欢制服还是比较喜欢时装呢？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时装会比较多变化，然后制服的话就是只能拍制服，就没有其他变化。而且我一定要要求说，就一定要全套，也不能说什么袜子要给我改黑色，还是怎么改黑皮鞋，我就比较任性一点，我就会说那就是可能不好意思，就不要拍制服这样。对，你会有这么强烈的坚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海线制服，那如果你改掉的话，那就可能就变成其他主题了，那就不是制服。OK， 好。那但是除了海青的制服之外，你有穿过其他的制服拍过吗？就是那种水手服的那种，我没有穿过其他学校的制服。哦，就纯粹穿像日本水手服那样的一个穿法。對對對對，哦，好，大概能够想象你穿水手服的样子，应该也很可爱。好，谢谢。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除了你刚刚也有讲你自己也是很喜欢拍照，对，那你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兴趣或者嗜好？其实因为我是读资讯传播系嘛，是，然后我们是学有电脑跟设计还有传播相关。那比较大的兴趣就是我自己也会喜欢去拍照，走走拍拍这样。然后还有我很喜欢剪片、录影片那种。哦，你会录影片啊？对，就是还蛮喜欢。那个时光机我帮你找到助手了。以后工作再发一下。对。对，那除了拍照之外呢？拍照之外，吃东西算。吃东西算啊，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很多美食吗？不过，哎，你，可是我其实我看你都不是很胖，都不会胖啊，都瘦瘦的。藏起来哦，都，你知道十个女生，你跟她说你不胖的时候，她都会说没有，其实我很胖，我都胖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好 ，OK， 好，那个我们现在不需要知道这个问题。好，那。吃东西，你比较偏好哪一种食物？我其实什么都吃，就是什么类型，什么没有分什么日式、美式，什么都吃。对，食量很大吗？我是少量多餐型。少量多餐型就是小鸟胃，但是吃了很快就饿，一直吃。那零食呢？都吃啊。都吃哦。好，那如果假设举你一个，我们讲说到你离开世界之前。一定要吃到的甜点，你有没有想到？甜点，我想，甜点，我之前有吃过很好吃的千层派蛋糕，好吃到你觉得最好离开这世界之前，最好能够再吃它一口的那种感觉，在哪里吃到的？在高雄。在，你看吧，到最后话题还是回到高雄，各位高雄的朋友们。你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家高雄的乡亲，多支持你们！你看看，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记得现在马上上制服地图的那个制服大赏，马上多投海青工商几票，好不好？是不是？对，你看我直接就帮你们拉票，对啊，我对你很好哈。对，谢谢。Oh, OK， 好，那其实，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你现在已经不是高中，你现在是大学生了。现在是哪个大学学生？现在是文化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文化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所以说应该常常在文化大学能够看到你。对，算是蛮常看到，基本上都不翘课的啊，这学生够认真。老师那个学分打分数齁，麻烦齁多打好一点这样子。對對對對，嘿，好，那上了大学跟高中应该差距蛮大的吧？我觉得真的差很多欸，就是人家说比较能常放假，因为是排课嘛。从高中就是从早上8点可能上到下午5点这样。可是大学不是，大学就是看你自己排课，自己时间蛮多的。OK， 好，那所以
大学生活除了排课自由，然后时间自由之外，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觉得让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风上课的风气啊，因为我们知道文化大学是在山上嘛。哦。对，它是最高学府。对，人家都是说最高学府，就是读文化的特色就是可以每天都看夜景，让你看到不想看。然后还有像人家都要塞车上来看樱花，好不好？每天去学校看樱花也是看到不想看。所以赶快来读文化，你就可以一直看樱花。看樱花哦，这感觉哎，那你有没有在樱花树下拍照过？自拍什么？自拍有吗？有啦，有啊。嗯，除了樱花树下自拍之外呢，有没有别人找别人去帮你拍过？没有。那时光机你有机会了。文化其实还蛮漂亮的、啊，而且那个有个比较特别的楼嘛，它有点像八卦型的，是不是？比较特别的楼是八卦型是什么？就是它那个电梯是不能进去的那一栋。我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因为我其实读文化嘛，然后我就不敢去听那些鬼故事。哦。因为我很怕我在学校就会想到那些事，对。对。因为那个电梯好像不太能搭。不敢。也后来就把它封起来。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对对对。好，那这个是你的大学生活嘛？那。有没有大学有？我这个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尴尬，不过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会想要我问这个问题。在大学有男生追吗？大有男生有啊，一定有。在讲废话，对不对？好，那不过我觉得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应该就会开始更深一层。我们这个话题可能会稍微严肃一点哦。对，这个话题会稍微严肃一点。就上了大学之后开始，就因为大学毕业之后。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准备就业了啊？有没有想说未来你想要做些什么？我其实来台北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走 model 那一方，对。model 那一方面 ，OK， 各位经纪公司现在开始，如果假设你现在已经有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请特别注意 ，Ruby 他现在Ruby 他为了想要走 model 的那个路线，来到台北哦。嗯，对啊，所以是想要走 model。嗯，是那种像服装公司的那一种，还是可能比较网拍之类的 ？OK， 其实现在网拍也很红嘛。对啊。OK， 那这样子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看到 Ruby 在某一些网拍的品牌当中出现了。好，那其实今天的问题都问得差不多了哈。那接下来呢，有没有网友想要问什么问题的？目前有吗？啊，都没有吗？所以我必须说，就是今天可能大家都因为 Ruby 太可爱，所以被。大家就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只要看到 Ruby 在画面当中就出现就够了。那我们两个可以离开了，好，拜拜。可是，等，对，可是有一件事情你绝对跑不掉，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一定要用这件事情做 ending。没有，那个锤子在旁边了，你没机会了。好，你想好要办什么鬼脸了吗？难欸。那稍微办一次看看好了。好，那个时光机帮忙。我们很忍心，各位可是记得哦，看完了 Ruby 的鬼脸，记得去投他一票，也投海星工商一票，好不好？还有帮 Ruby 的粉专按赞，一定要齁，好不好 ？Ruby 如果有那个直播的时候，麻烦大家赶快去看这样子。对，来跟我聊聊天，好不好？好，那最后用 Ruby 的鬼脸结束我们今天的。我们清场。那个放心，我们不会看看你的鬼脸，只有观众会看。好，我们今天谢谢 Ruby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制服大赏，然后记得要支持海星工商，支持 Ruby 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Bye。接回去那个。